假如绿茶的目标是女生，姐姐送你一条小裙子，姐姐身材这么好，穿上一定很漂亮，你男朋友不会不同意的。上次我还看到他一直盯着大街上穿裙子的小姐姐，你穿他也一定会喜欢的。对了，姐姐最近觉得孤独，一定要来找我哦。昨天我看到你男朋友和一个女的吃饭，可能是女客户吧。周末他还这么拼，好厉害哦。不过他一定没有时间陪你，所以还是我来陪你好啦。还有啊，姐姐，这是我买的红糖，你肚子痛就拿它来泡水哦。你男朋友一定要给你买暖宝宝吧，上次我看见他给隔壁的小姐姐也买了一个，肚子痛就拿它来敷敷哦。姐姐每天都要开开心心的，最喜欢姐姐啦。多余的姐姐，你男朋友好凶哦，虽然我的皮都磕破了，但是我想你男朋友一定不是故意的，但是真的好痛。其实有些时候还真就不能全怪男生。